东港镇。这个位于台湾屏东县东港西出海口的小镇，是全台三大良港之一。除了拥有丰富的渔获外，当地的旅游景点也吸引许多观光客前来，当然也少不了富有在地特色的小吃。东港的特色小吃啊，其实非常的多。那这一集美食的第一站，当然先从早餐开始喽。因为东港啊是一个靠海的小镇，想必这里的早餐一定相当的有特色。那就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。来到东港没有吃上这一位就太可惜了。当地人口耳相传的肉桂可是早餐首选，这间肉桂是在地人推荐的美食哦。简单的状况下摆上几张桌椅，十分淳朴。早晨的东港非常有活力，一大早就有满满的人潮要来吃肉桂了。东港的特色早餐呢，就是这个肉桂。肉桂啊，除了在台南有之外，在东港也发展出属于自己的特色哦。Hello， 老板娘。哦，你好，你好，哎，里面坐来，欢迎光临哈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啊、来，欢迎光临，来哈。这是你在片桂吗？没有，就在切桂。切桂。这是吧，东港的肉桂。Hello， 哈、啊。东港的肉桂丰富哎，你们看。老板娘，这个料好丰富哦！这个是什么？那是东港最有名那个虾猴。虾猴。这个黑膏。哇，而且是一整只的哎。对啊。然后这上面还有摆一些料，这是三层肉吗？对对对对，这卤的很香的那个三层肉，卤肉哦。啊，然后香肠。这个是香肠。嗯。所以肉桂的料啊，里面啊有虾子，然后还有三层肉跟香肠哦。嘿嘿嘿，啊，然后就是再来就是这个汤。哦、这个是用什么做的？就是用那个蒸这个桂，就是用再来米做的，对不对？它就是我们特别强调的是用每天现磨的再来米，就用大骨还有那个丝木鱼。老板娘，然后就是帮我们捞一，你看，它这里有鱼肉哎，丝木鱼肉，而且浓稠的、啊哎，是用再来米下去磨的哦，所以。这营养成分超高的，就是慢慢慢慢去煮它，让它浓稠以后，你看这边就是有鱼肉，有很多哈、哦。那小玉可以自己片看看吗？我想做看看。可以可以可以，来，我跟你讲。这个怎么做啊？来，我跟你讲，就是这样，对不对哈、哦？用的大小这样。宽度这样。哎对。哦，没关系，随便哈、哦。其实它很 Q 哎。不是那种切下去软软的哦，是这样切下去的时候还有那个 Q 度在哦。你们看，端端端端端。白色的果是用再来米磨成米浆吹煮而成，吹弹可破的果外形雪白 ，Q 弹十足。放上香肠和三层肉，再淋上由大骨、石木鱼骨和米浆熬制而成的高汤，最后撒上虾猴，就是海味十足的肉桂喽。讲伊贵啦，肉桂我会食，伊肉桂食十年啊，啊，伊肉桂超好食的，啊，佫足 Q 的啦，唔是料好食尔，伊个肉桂，贵佫较好食，足 Q 的。看呐，阮先生，阮先生，你家问伊看，阮先生嘛拢来食食，安尼啊，拢指定伊食噶。这是小玉第一次吃到东港的早餐肉桂，哇，真的没有在骗人的，就是满满的一碗料哦。我觉得这是因为再来米磨出来的这个桂啊，吃起来非常的 Q， 而且又非常软嫩哦。然后呢，再喝一口这个，好满足哦！哇，它这个啊，石木鱼啊，你可以吃到它里面真的有石木鱼肉，然后喝起来非常的浓郁，又不像是勾芡的那种，比较会有一种浓稠的感觉。喝到它的鲜甜的味道哦。用再来米磨成的果口感非常细致，鼻息之间还闻得到阵阵米香，三层肉吃起来咸香又可口，富有浓浓的古早味。虽然加了很多料在里面，但是每一个配料都各有特色，搭配在一起真的是颠覆了我对果的印象。吃完了肉桂非常有饱足感，怪不得以前的渔人出海前都要先来上一碗肉桂补充体力。
但看似简单的靠海小镇，却隐藏着令人惊艳的在地小吃。接着美食第二弹是东港霸丸。说到霸丸啊，每个地方的特色都不一样哦。上一次啊，小雨已经吃过了九份的红糟霸丸，那现在呢，我们要去找寻一间经营超过一家子的霸丸店哦，就在那边，我们一起去看看吧。除了到热闹的华侨市场吃海鲜之外，这间位在第二市场的霸丸店是在地人怀念的滋味，更是外地游客不容错过的小吃。每到用餐时间就挤满了人潮，从备料到制作霸丸，每一个步骤都不马虎，不管内用或外带，只为了吃上这一位。Hello， 陈江。Hello， 小玉，你好。哇，这霸丸是现炸的吗？对啊。这有什么口味？口味我们家有两种，一个是蒸的，一个是炸的。然后蒸的是虾仁，炸的是原味肉的。所以你可以看到啊，上面已经炸的有点油油亮亮，很脆的感觉，还有点金黄的。然后上面这个也是你们是在卖的？这是我们的综合切盘，这有炸肠、香肠，还有粉肠。那陈章，你是第几代了？我算第四代了。第四代，对对，应该有八十几年。八十几年？对。所以是从阿宙，阿宙，对，没错。阿宙那个时候就卖到现在了。哇，那个真的是在地的老滋味哎，应该有很多人都会来到这边，包括外地的游客。对啊，就怀念的滋味啊。嗯，我们家都还是维持用手做的，自己亲自去弄，然后霸丸部分也是用手捏制，不是有一些现在用机器的。对。一颗颗霸丸从调浆到内馅，每一个步骤都坚持祖传工法所制作。也因为这样的坚持，才让这间老字号屹立不摇。接下来呢，小雨要自己品尝一下这个在地的好滋味，已经传承八十几年了耶。陈章，我也想要来一碗招牌的。好。然后汤类有没有什么推荐的？就四神汤和鱼丸汤，看你喜欢哪一种。好，那四神汤好了。好啊。那综合拼盘也来一份。OK。好。开动喽！这个呢，就是我们的虾笋霸丸，而且你看它外皮啊，有点油油亮亮的，而且小小颗的，很好入口的感觉。呜、哦，你看小玉一插起来，里面的内馅就爆出来了耶！嗯，很香。嗯，而且它的笋丁啊，非常的清脆，很好吃。霸丸的外皮是使用多种番薯粉以及再来米调配所制成，里头包裹着扎实的肉块以及鲜虾和笋丁，在锅中炸得滋滋作响，等外皮炸得金黄就准备起锅喽。搭配特调酱料和蒜泥，非常的提味，口感丰富。清蒸口味的霸丸吃起来很清爽，外皮又如水晶一般晶莹剔透，使用水蒸的方式烹调，吃得出内馅的鲜甜口感。不管是清蒸或是油炸，都能完美呈现出霸丸的特色。再来就是啊，小玉个人觉得必点的综合拼盘，你们看，还有刚才我们在炸台上面看的那个粉肠，你看它的横切面，里面是有馅料的哦。除了霸丸，还有综合拼盘也是必吃的组合。香肠里面的肉肥瘦比例刚好，口感很细致，糯米肠以猪肠衣灌制，搭配花生，可说是真材实料。粉肠除了有猪肉，还放了东港特产尾鱼肉，海味十足。淋上蒜蓉酱之后，吃起来偏甜的南部风味，好满足。这碗鱼丸汤，鱼丸吃起来 Q 脆，十分的弹牙，每咬一口都吃得到鱼丸的鲜度。汤头是以大骨熬制，喝起来十分清爽。或者是来一碗四神汤，爽人精气十足。嗯，我71年嫁来这里就开始吃，吃到现在，就是很 Q 啊，然后料都不错，酱料也很好。那如果假日的时候人潮就蛮汹涌，因为游客比较多啊，平常是我们那个在地人比较多。这样，像他这个虾仁的啊，还是那个有的人不喜欢吃虾，那个肉也是蛮好的、啊，里面有那些料都是蛮好的，很 Q 的，然后很好。
很好咬，因为我矫正牙齿其实不太能咬硬的东西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很能接受的口感，然后又味道又让人家很怀念。不仅是在地居民的家乡味，也是到东港必吃的小吃之一，这间经营超过一甲子的老店值得推荐。吃完了霸王跟霸桂之后呢，如果可以再来一碗甜点呢，就真的是太满足了。所以就在地人向小玉推荐巷弄里面一间知名的豆花店哦，就在前面，我们一起去品尝吧。这家位在东港镇信义里的40年传统豆花专卖店，外观很传统，点餐台后方的圆筒铁盖下就是一桶一桶的手工豆花，点餐台前各式各样五花八门的配料，每个都在向我招手啦。说到豆花，又可以称为豆腐花或者是豆腐脑。那在食用上呢，可以分为甜的、咸的，还有辣的。在台湾呢，跟香港大概都使用甜的啦。所以今天小玉来当豆花妹，我们要有请我们的新安大哥来教我们怎么装豆花喽。首先，我们先就是拿这个摇豆花的勺子，然后摇起豆花，不能太用力。它太快的话，豆花容易掉下去。会掉下去哦。嗯，我来试看看。哎，啊，哎，这样可以吗？这样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哇，其实刚才小玉啊，在片的时候啊，那个豆花非常的软嫩哦，但是又不会觉得烂烂的，非常的有弹性，很 Q， 所以这样算是完成一片。对。那大概要装到什么？差不多2匙到3匙。你看这个豆花是不是很漂亮？而且我这样子整个摇出来，有淡淡的豆香味。对，哇哇，那先大哥你是第几代？你好年轻哦。第三代啊。你第三代了。对啊，对。所以是从阿公那个年代就开始在卖豆花。对啊。所以阿公那个年代也是就是有这样的店面，然后没有。他一开始就是用那个扁担，我的祖父用扁担挑在卖，然后传到我父亲的话，就是用那个三轮车在卖豆花，后来改用那个小货车在东港固定的路线卖了30几年的豆花。哇，30几年哎！所以从阿公那个年代啊，是挑扁担，非常的复古。然后后来到新安大哥的爸爸、啊、是开一个小货车啊，然后到现在终于有一个自己的店面。那为什么你会想要就是继续传承？就是爸爸，因为首先就是想到父亲年老了，还有不想让这个手艺然后失传。所以现在大哥真的非常的孝顺，就是希望可以把这个在地的传统口味继续承传下去，不仅啊让在地人，也要让外来的人呢能够成就是品尝到这一味。将软嫩富有弹性的豆花轻轻摇起，在平铺上当天熬煮到绵密的红豆和花生等配料，再淋上一点糖水，这就是在东港口耳相传40年的好味道，朴实简单，却是许多顾客从小吃到大的家乡味。哇，新安大哥，这个 Q 弹的这个是什么？芋圆跟番薯圆，我们很多客人都会一定点这个。你们看，它看起来非常的 Q 弹，这是小玉最爱的芋圆，这个要来一份。然后还有什么是必点的？就很热销，就是芋头跟珍珠。哇，你们看这个芋头是一大块的，而且很绵密的感觉。先大哥，我们配料都是自己手工制作而成的。对了，听说你们的这个豆花是中后山御用的甜点哦。对对对，因为我们有一群特别的粉丝，就是中后山，然后就跟中后山配合。然后他们最后一道菜和甜点就我用我们家庭号蒸桶的豆花，两个配料一瓶糖浆，这样我们做过300间庙的板凳。哇，可见这个豆花一定非常的厉害，不要小看它哦。最后每个步骤是什么？我已经等不及要吃了。这一下来就是用那个糖水，我们糖水很香甜，就有那一种香气。
哎，对，它是非常传统那种糖水的香味，哎，哇，这样就完成了吗？嘿，对。你们看，这个是小玉自己手做的，里面都是小玉最爱的料，我们赶快一起去品尝看看吧。接下来呢，小玉来品尝豆花咯。你们看，满满的馅料，每一样都是小玉的最爱哦。首先当然要先品尝一下豆花。其实呢，真的光闻就闻到它的豆香味咯。小玉不得不说，真的入口即化，而且啊，它是你在吃下去的时候，你用舌头稍微一抿，它就化开了。接下来呢，那个豆香味啊，直接就扑鼻而来，很好吃哎。而且它的糖啊，不会到很甜哦，就是搭配豆花刚刚好。豆花是一年四季都百搭的平民美食，冬天来碗甜蜜蜜、暖乎乎的豆花，心跟胃都温暖了起来。再来品尝这碗 QQ 冻圆，有粉圆、地瓜圆、芋圆、杏仁、爱玉等等，有闪亮光芒的料，有黑金黑金的仙草当衬底，一碗50元铜板油饺，真的是架杠铜板美食。想到金银珠宝或者是枕头棉被，但是有东港小三宝之一的香钩轮也是嫁妆哦。因为相传以前有两位哥哥因为妹妹要出嫁了，希望妹妹可以风风光光的，于是把家里的糯米跟黑糖做成糕点当做妹妹的嫁妆，代表哥哥们的心意。而这个糕点呢，就是现在的香钩轮。接着弯进旁边的小巷，迎接我们的是台湾传统市场的热闹和热情。早上各式新鲜的食材，加上小贩们的招呼，让人感觉活力十足。接下来这项小吃每天现做，而且是东港姑娘特有的嫁妆。哎，你好！哇，你这里好多口味哦，这个香钩轮。这是什么口味啊？哦，这个就是原味，这个是黑糖的，这个是芋头。哎、哦，这是芋头，都是真材实料的。哇，这上面有一整块的芋头哎、欸，你们这是用整块芋头下去做的？对啊，对啊。哇，那还有这个绿绿的，是抹茶吗？这个是抹茶绿豆。哦，里面还有加绿豆。对对。你们可以看到，它真材实料，里面还看得到绿豆哦。而且啊，你可以看到非常多的种类可以挑选，这个口味都是你们自己研发的喽。都是自己研发的，哎。走进东港市场，有很多摊位在卖双高润。传统上双高润是用糯米和黑糖做成，不过也有店家做了多方尝试，研发出不同口味。摊位上的颜色也缤纷了起来，花豆糕上面明显有花豆颗粒，还有芝麻和番薯掺杂其中的，也是各有特色。这个啊，就是最传统的口味，黑糖口味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那听说啊，它的制工非常的复杂。对，这个是拢好了，纯粹拢是咱台湾的准备。哦，啊，种头4-5点煎料，啊，熬成个炒菜，哦，啊，一连准备，一连熬成，一连准备，一连熬成，哎，一层一层的上来这样。整个过程都是手工制作。对对对对。啊，米嘛要用好的，熬成嘛来用好的，安尼。尤其我的米盖 Q， 啊，熬成盖胖安尼。但是其实我们知道，有一般都已经用机器取代了，你们还是坚持用手工制作。机器的我们没有在做机器的，机器的跟手工的口感都不一样。你也看，像我这边熬啊，我熬啊切切的还佫过蜜糖。蜜糖蜜蜜的，那个过白，我一般是拢切切的，直接落去做啊。我拢来个炒糖的蜜安尼，就是高高工的，是高工底安尼。像这个什么花豆、红豆啊，这嘛是拢来过蜜糖。哎，咱有的是拢用变的，我这是拢纯粹用糖过蜜过安尼，汤个甜个好食。就是老板娘啊，坚持使用手工制作才吃得到它的原味哦。老板娘，我可以吃看看吗？好，你吃你吃。哇！会咬下去有时候有那个黑糖糕。非常厉害，咬下去很香。哎，闻得到那个糯米的香味，哎，最多糯米。而且啊，你其实这样子看啊，会觉得很像是日本的那种羊糕，但是呢，你吃起来完全是不一样的口味哦。吃起来它的那个
糯米的香气啊很香，但是不会到很甜，然后又闻得到淡淡的黑糖的香味哦。再吃一口，真的很好吃哎，老板娘，我觉得手工制作真的就是不一样，吃得到它的原味之外，甜而不腻，很适合呢，就是这样一整盒包回去，然后就是分享给亲朋好友吃。你这个像这个那个碗面哦，这价格真的赞的，而且佫袂伤甜，啊佫价格口感佫介好，啊佫软 Q 的，啊而且伊这拢原底拢原味做的，拢无啥物防腐剂也无啥的吼，今仔食到阮的囡仔拢学得到，拢做好吃。啊，阮的人客哦。哇，那也要送人客啊，是送阮厂商拢讲，真正赞啊！讲叫我后抓，搁要伊来送，特特拢搞特价呢。啊，像这蚵仔这吼，伊这嘛是用真材实料，像阮我嘛爱食蚵仔，啊伊送伊个蚵仔会 Q， 还会松。而且我发现啊，你们会有不同季节，然后有不同的产品，像是这个芋头，哎，这个是现在当季的，哎现在当季。哎，我听说还有那个南瓜口味的，哎，这边怎么没看到？南瓜进无着时，嘿，无着时，南瓜就较无好吃。所以啊，老板娘意思就是说，不同的季节来啊，会有不同的特色哦。从最基本的黑糖口味，然后到花豆芝麻，还有抹茶，甚至到芋头，这个啊都是使用当季的新鲜的季节限定哦。以前的两个哥哥啊，真的很厉害，厉害做出来的嫁妆，可以做出这样的嫁妆，真的会觉得送给妹妹做妆嫁妆。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一定会很开心。但没关系，小玉今天就打包一盒回家吃。好，来到东港不可错过的双高润，小小一条背后大有故事。除了买传统黑糖口味，不妨也试试特色蔬果加料。你们看，这是我的金条，虽然嫁妆现在已经没有了这种金条，但是我要把这个专属于东港的特色小吃带回家哦。好了，老板娘，这就是。每个地方都有它独特的故事，用他们的大自然和人文写自己的故事。拥有丰富渔获的靠海小镇东港，在地传统小吃也很海味，一碗肉桂料多又味美，满满配料与浓郁汤头是一整天活力的来源。经营超过一甲子的霸丸，坚持使用祖传的秘方，继续传承令人怀念的古早味。必吃的传统豆花，暖嫩口感，甜而不腻，手工制作更是第三代不变的坚持。双高润是古时候给女儿当嫁妆，现在则是发展出各种口味的小吃，更是伴手礼的不二首选。这就是让人念念不忘的在地小吃东港。